况，那被打的肯定骂人家肯定有，但是你不可能说哎没有骨折就不算打，打的时候肯定会有淤青，淤青21号到现在30号8-9天过去了，还有淤青吗？那个水肿都消了，拳打脚踢，你最严重是脚嘛，打的那天他还是痛的，站都站不起来。第二天家长去学校问为什么要打学生，体验的老师说那个老师昨天喝酒了，他在里面喝醉酒，把那个学生把那个洗衣服的桶都打烂了。